高铁站，过空桥就会非常快的到达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逛一下 Outlet， 因为我们预约的时间是下午2点，所以现在时间很多。但是中庭挺 beautiful 的啊，大家有闲暇时间也可以先来逛一下。爆竹，排队排超多人。虽然我们是2点的，但是其实1点半来这里的话，早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。超美耶，哇，这一面墙实在太猛了，哇，超可爱耶。前面那边可以做画画的小游戏互动，之后呢，你画的鱼会跑进这一面墙里面。我的成品是一只可爱的水母呀。登剪彩的感觉。
非常巨大，你看人在下面有多小 ，so small。